要证书。满几小时才有证书的，你得。我们就分等级嘛。对呀、啊，初级班的。给我低头好当。因为它这样是梯田，所以没有办法用插秧机呀、啊。它现在用小台的啦，有三只、啊，有那种小台，三只、五只的。嗯。对。难怪哦，不要穿长雨衣啦，是穿短的。看装备就知道。爷爷老踩到脚洞，要把旁边的土拨过来，然后填满再插。跨的时候就是要跨在它的间隔中间。你这边退的时候哈、哦，嗯，没关系，你那边继续插，我把这边插完，我。